嘿，终于放学了，姐姐妈妈快来迎接我呀。哎，他们怎么没来迎接我啊？他们肯定是在跟我玩躲猫猫吧，去找找他们。What？ 不是吧，这都没在。再去找找吧。给姐姐打个电话。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查证后再拨。怎么是空号呢？刚刚我都没有注意到这里有个纸条。妹妹，以下规则请注意。现在的姐姐妈妈已经不是真的人，苗姨妈妈十二点回来，你不要跟妈妈对话，假装不要听见二妈妈做的饭，你不要吃，你就找借口说你想到外面吃。下午的时间不多了，如果你听到有一个哭泣声，请立马逃到一个店里面躲起来。最后一个，你的妈妈一直会穿着紫色的衣服，如果你看到她穿着其他的颜色衣服，请立马躲到柜子里，要等一个小时。把这些规则都做正确，那么我们就会回来。祝你旅行愉快，妹妹。姐姐小婉，不可能，未完待续。这里我换了个房子，由于音乐过于恐怖，所以就不放音乐。起来了，妈妈还没有回来，我得赶紧出去买早餐，去理个发吧，头发有点长。理发给我弄得短一点，到肩这里就行。好的，客人，你去那边坐着。理完之后可真好看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怎么办？等会儿妈妈就会回来了，好想哭。宝贝女儿，快下来吃饭，不然我就上来了。妈妈这么快就到了，我还是下去吧。没有妈妈，我只是在读书而已。这桌子上什么也没有啊，妈妈就是我的朋友约我去他家吃饭，所以我就去我朋友家去吃饭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那好吧，你去吧。未完待续。起床了，今天妈妈没在家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？好像姐姐说的听到了电视声，就要躲在了奶茶店姐姐那里。是陈冉冉吧，我听你姐姐说让我照顾你，今天你就在我的家睡吧。是的姐姐，谢谢姐姐。我给你弄的两件衣服，你等会要穿上睡衣，明天你要穿上衣服。好的姐姐。换好睡衣了，书我在姐姐柜子里拿，书看一下吧。去睡觉吧，看看几点了。未完待续，下一集是最后一集。起来了，去换衣服吧。
十二点不能给任何人开门，如果你开了那就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些时候妈妈不会回来，如果她回来了那你就假装晕倒，一定要记住。果然是新的规则，我一定要记住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？算了，去开门。老奶奶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？其实你应该不开门。完全撒花像一个剧，却吃语。